大家好，啲师好，今次就介绍一张港铁美孚站嘅八达通图，就封面就有港铁 logo， 荃湾线有西铁线嘅，西路线嗰啲咩喺度啦，美孚站嘅毛笔字、宋体字，有人影咗一个荔枝角公园啦，系咪有荔枝角？系边个荔枝角就是美孚吓？长沙环就荔枝角，即系美孚个站咧就属于荔枝角嘅咁嘅嘢，荃湾线嗰啲，我几个站成日地方都唔跟地方名，咁啊唔理啊。咁啊睇嚟出下嚟睇下，咁就未睇先个2016年版本嘅份。荃湾线得一个次啊，得一个。得一個啦，一個是2015年嘅，好似係開佐敦啊，睇先，佐敦啊，尖沙咀係佐敦嘅，咁啊，前面就又可以攝八達通信用卡。會員卡嗰啲啦，攝車票得噶，即係你可以攝車票得噶，得噶攝車票得，不過好難睇嘅，睇唔清楚啲車票其實。咁啊，啲 A3 格啲機卡、電話卡、相機嗰啲卡啊，即係相機嘅卡嗰啲啊，就可以攝嗰度嘅，不過我應該揾到。即是兩面的攝影，即是前即是上面的時候得，下面的時候得，不知道會不會穩陣，沒攝過。今次將港鐵美孚站的八達通路就介紹到這裡，下次再見，拜。